有，故有友情从他听闻为法，为故有，故有友情从他听闻为法，为法为法非义哦，为为法为法非义为义，以这法即法，哎，义是义。若随其见，否极于法中于法想，于非义中起异想，执法为法，非义为义。由此因缘，当知同彼退失善法。以这样的因缘，他就退失善法了啊！好，念一下，这个应该也了解了，这个比较简单的。上文说老师其文说其弟子不能理解见法性空的般若言教的人，不知自己有大过失，如果弘扬其法，何使他人同样产生这样的过失？因为他不了解，原来一切事是缘起性空的，他缘起的都是缘起什么法？缘起阿罗汉法，缘起大乘法，缘起中乘法，这是缘起的。他本身是性空的，如果他对这个法产生执着，他已经执着了，他就很难去讲。对众生来说法，他会丧失他广大善法，因为任何的法都来自讲，来自于任何的画画都来自于白纸，没有那张白纸有什么漂亮的画画让他欣赏的。但你画画很多画画画出来让他欣赏，让他愿意求阿罗汉，愿意求圆觉，愿意求菩萨，愿意去成佛，是因为你有那张白纸啊。但你不能把白纸丢掉，白纸一丢掉，什么法都不存在啊。那我讲的法，你不能执着这个白纸里有所画的东西，是这个才对，这个才对啊。它还是从白纸出来的啊。如果白纸不画画，哪有什么东西？所以任何都从性空的般若的性空，所以般若要讲二十年，二十二年的性空都要讲般若，讲二十二年，因为众生对这个性空的了解力不够，所以讲二十年都任何都从般若智慧出来的。如果你没有到那般若智慧的话，你很多法都会执着它的哈。好，那若有情，若有友情啊，这个若有友情不随其见，从彼这是什么文啊？淡文是吧？从彼这个地方都够不在的。若有友情不随其见，从彼广彼广文啊，一切诸法皆无自性。无生无灭，本来极净，自性涅槃，变成了恐怖心，生恐怖疑，就做这个语言了，就说什么呢？说这个不是佛所说的，这是魔所说的，作此来解解疑，于是经典就毁谤，就毁骂，由此因缘获得大衰损，处于大衰损，处于大业障。有一种众生也是这样，因为他的福德不够，他讲到什么不生不灭，本来精进涅槃，他就叫毁谤这个佛啊，没有这个啊，这个法是不对的哦，什么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白纸，什么白纸，什么虚空啊，虚空还讲是有的，我是有得到的，我那怎么会没有得到？但是有的人因为修修修，为了得一个道，为了得一个仙，拼命拼命修修修好几年修不出来，他修很苦恼，因为他为了菩提生苦恼。为了菩提，为了成立一个道，他生了很多的苦恼，一直每天都经苦恼。我刚一看到那个《清净经》讲一句话：“无智亦无德”，他才开悟。哦，智慧不存在，德也不存在，那是因为你们愚痴，我才弄个智慧给你；因为你失去很多，我才弄个德给你；失去道太久了，我都弄一个得道给你，目标给你。等到你达到那个目标，无智亦无德，一大亏。就好像说，这个本身就是本来是不生不灭的啊，但是你一听到这个，你又吓坏了。我许多喜欢三坛，你两个不生不灭，本来仅仅自己涅槃。我喜欢啥？我怕咩啊？喜欢再要跌倒，你讲无多汤跌。哎、欸，我着求多求，我要死啊！那个无多汤跌，我啊着惊着起大回放。啊，你讲这唔对，那无跌倒，那嘛跌倒，阮咧修再努力，阮着要跌倒的啊。啊，所以他都不然。如果你是不生不灭，是本来清净涅槃，哪有得到跟不得到啊？也不存在啊。但是众生愚痴，就必须让他有个目标，他就会执着那个目标，就产生执着，就毁谤了，就这样。好，开始。五一谤类的友情，使人过去生中有见虚其太深，或学习的是小乘，均有小乘种性的存在，所以思想见解都不同于大乘学者。他现在虽学虽随谤正恶慧的友情，听闻般若的大乘教法，
但不随他的见解所转，结果不但不同情他，相信他，反生起极大的恐怖，认为一切法整个说决定是无自性的。假使真的是无自性的话，那我何苦学佛修行？况且不是前生后生即如熟着落，这还得了？佛是叫人了生脱死，求大菩提正大涅槃的，哪里会说诸法皆空呢？他升起这样疑虑见解后，于是就对甚深的经典毁谤毁谤毁谤，由于毁谤因缘获得极大的衰损，造成极大的业障。对啊，般若经说谤法的业障是贵正法业，以什么罪业都重，由此罪业必波五谷监狱。小正教说极重罪业，在地狱内受一切苦就可出离，贵正法业那就不知什么时候才得脱离迷离了。就是这个世界空了，还要移转他方世界，转生旁生中，于是得没有一点智慧，就是从畜生中上升人间，乃是于是顽钝无所知晓的。所以说祸大衰损，畜大业障，闻无信教而生恐怖的约有三种人。好啦，三种人：一，没有菩萨本事的友情，这是我讲的还是你讲的？啊，你讲的，你讲的，分不清楚了。一，没有菩萨种性的友情，心境下略狭小，不能甚解广大甚深的言教，所以升起恐怖。二，有菩萨种性而没有种大菩提等的诸善根者，在力量上还不够接受这大法，所以升起恐怖。三，虽具菩萨种性，纵惹殊胜善根，然因为诽谤大圣二师二有所色受苦，所以就升起极大的恐怖，恐怖无自性教，充其量不接受它就是了。为什么会诽谤这甚深的大法呢？般若经说有二缘：一由邪魔的三惑，一由自己的不信解。所以信解是很重要的，有了信解，不但不会生诽谤心，也不会升起什么恐怖。我跟你讲，释迦牟尼佛在印度说法是很辛苦的呢。印度有四种阶级你知道吗？到现在还有四种阶级哦，一个叫做婆罗门，一个叫做舍地利，一个叫群舍，一个叫做首陀罗。现在的印度的首陀罗还在垃圾堆里头在生活。对，上次有演一个电影叫做百万富翁，是不是平民的百万啊？但是跳到那个粪坑里头跳出去之后才爬出来，那个很意外的哦。如果他们一辈子是首陀罗，都永远在生活在垃圾堆里头哦。就刚刚探的几公一天做赚的钱好像只有不知道美金不到一块钱哦，他们是很苦很苦的哦，这个是他们手头就是手头哦，他甘愿哦。有的人说上次在电视说一个人做二十几年的哦，加升薪水哦，那个老板哦都是不升就不升哦，他干了26年哦，永远装26年前的薪水到现在26年一毛钱都没有升哦，他还去做，因为他不做他会死掉啊。然后他物价在上涨，他还是这个钱啊，因为老板认为我做这个，你做做不做你不要做啊。那他很认命哦，他们认为他们手头了啊，就是奴役啊。所以在这个里头，当初印度下婆罗门啊，还有什么权色啊，哈，这刹帝利是第二个，刹帝利是国王族嘛，手头是一个比较那个手头了是比较高的那个婆罗门教的啊。啊，第三个才叫平民啊，吠舍啊，第四个叫首陀罗奴隶嘛。他这种四种阶级在印度还存在哦，所以现在佛教在印度教没有了哦，佛教在印度只有这样，就印度教哦。为什么只有印度教？因为佛教你讲平等，跟老婆经常谈啊，他们平等来挂嘴巴讲。所以佛教在印度讲这个法的时候，释迦牟尼讲很辛苦哦。他讲平等的时候，是那时候讲那法是非常辛苦，所以他必须。如何使这些人去得到这些的智慧，他是非常辛苦的哦。所以在那个环境背景之下，那是更严格的哦。所以他能够还好，他是属于那个什么，属于这个太子哦，出身的贵族出身的哦。他讲这法的话，还讲得很平等哦，还有很多人去信他哦。但是到现在你去看哦，印度里头已经没有佛教的遗迹了，啊，因为都传到外面去了。好，我们要把这个
这个是不能再上下去了，这个今天要做结束哦。阿宾，由是缘故，我说若有于一切相起无相见，于意非意中宣说为意，是其广大业障的方便，有彼现堕在无量的众生，令其获得大业障故。来，这是总结二位有情的失之过患，以把彼把随他的妙见，不是错误，不随他的妙见也是错误。也是错误，所以弘扬佛法见解正确是很重要的。以不正确的见解弘扬佛法，不但自己遭受极大的损失，且令闻法者同样受其极大损失，真是所谓自害害人，其罪无边。所以弘法者不可随便说法，因为说法正确，令人起信遵行，不能达到弘法的目的，否则令人起疑生谤，那就不但不能收到弘法的效果，且有害于整个的佛法。善男子，若诸有情未种善根，也未清净他的障碍，也未成熟相续，也未多圣洁，也未及福德智慧之良，这个五种都未具足哈。那性非直子，又不是很直朴的人，好，又非直子类的这种众生，虽然有能力去施责费力，选择我要的法，不要的不善法，我建立一个要的善法，而常安住自见举中，一直在自己认以为是的佛法里面的见解的。好，解释了。只是未是具未具的友情，但圣洁一事不是没有，只是不多。如全没有，那就不会称棒了。正因过去须有少许智慧，才有能力思维抉择，废弃安立。但因常住自见取中，所以是要不得的。然后呢，彼若听闻如是法语，不能如实解我甚深的密意言说。好，如果说不能解到我的深深密意，以于此法不生信解，于是法中就起非法想，于是意中起非意想，于是在法中啊，起非意想，于是在法中执为非法，于是在意中执为非意，唱如是言，这是佛语啊，是魔，这不是佛所说，这是魔所说的啊。作此结语之后，于是经典里头啊，这怎样？于是经典毁谤，毁谤毁骂，颇为虚伪。好，啊，这佛讲的那么假，那么骗人的，以无量门毁灭摧伏，如是经典，离诸信解此经典起，起愿加想。这是第六种的。自见取中的有情，听有诸法无性的甚深般若教法后，对般若的教义不能如实理解，对佛甚深秘密意趣所说的言教也不能正确的了知，所以于正法中起非法想，于是意中起非意想，执正法为非法，执是意为非意，且在大众中说宣说这是不佛语，是魔，是魔所邪说。大圣非佛所论者，有说这是婆罗门说的，有说这是提婆达多说的，有说这是魔王说的。他以自己的知见做这样论断后，就对这甚深的经典，并以理论的批评、毁谤、毁骂的自为虚伪，或以其他种种方法毁坏、摧伏这样的经典，并对信解此经典者生起怨家之想，作为大彼仇视。一切智者的佛陀预知将来有此现象，所以就说分密经，宏观通有，已有见者入于究竟的法，如是如我系中，使立尊两根均得利益，这可说是本经的唯一大方便。生命针对这类有情，特说离异相应的片剂只是空，原生的一他法性的原成是有。所以说，你看很多人在讲《金刚经》哦，很多很多哦，连那个道教的庙也有在讲《金刚经》哦。道教很多庙都要讲哦，大家要讲，但是真正要了解解释密经的很少、哦。他讲完了之后，用经典来拐拐你的钱哦。他认为他哦性空，他要用性空骂你哦，他叫你性空你不性空，啊你又来执着了，性空哎你又执着了，他会讲啊，他讲这句话的人很执着，你相信不相信？这都是我们做末法都会这样出来啊，所以能够了解解生密技能就会有智慧去判断哦，不会说因为人家依什么法就讲什么法哦，因为这个法大家都会拿法可以骗人哦，
所以拿有懂得法的之后，就变成伪，对吧？虚伪的法师都出来了，虚伪的什么都跑出来了，因为呢，因为他不了解，这都是他在法里头，他为了方便众生讲的。但是很多众生利用他的法，佛的佛法，就在欺骗众生，认为他有智慧，那是不对的哦。所以这个解释密经是很重要的哈。为脾先为脾先为诸业障所障，由此因缘复为如是业障所障。如是业障出意失色，乃至其百千子劫阿余多劫，就是很多劫，怎样？就是无有出期。如果有这样的业障的话，他在很多劫都没有办法跳开的，因为他没有办法去认识佛法，因为他已经走错误了。好，这六种的有情众生哦，好念一下。五世畏惧的友情，所以不信解甚深的般若经典，乃因过去生中结交了恶友，精进了恶耳之事，起了不正确的见解，造了不正当的恶行，为一切恶障之所障蔽，乃至其余百千巨体纳受多劫，无有出期。巨体纳受多是印度计算数目的名词，巨体是六十种数目中的第十种数目，纳受多是第十二种数目，百千巨体纳受多劫是表示时间很长的意思。啊，善男子，如是于我所善说善自法，毗那耶最极清净意乐所说善教法中，有如是等诸有情类，意解种种差别，可得。好，来念一下。如果对五世畏惧的有情，一生无自心性，宣说诸法，即为初实教；对五世疑惧未能正念离欲解脱的有情，说兵正义的二种无自性、自性、无自心性的正法，也叫即为二实教；对意解差别的诸有情类，叙说他们的根基、性解、得失，是为三实教。这个得是不是那个得哈？得失很啊，再继续念。圣一生，圣一生理解这一点，才会面对佛陀陈述自己的这个理解上下，我们都到这里来。下面的话，我们把这个念完了之后，诵业完了之后，就讲圣一生了哈。尔时世尊欲重说此意，要重说一下，把诵业把它讲完了哈。第一个，一切诸法皆无性，先了解这个，诸法有没有性？都无性，这是因为假设安立的哦，假设安立一个性出来哦哈。好，无生无灭本来极净。诸法自性恒涅槃，本来就这一直在涅槃中的，它不生不灭的。你不买股票的话，股票没有生命哦。你一买股票，股票就有生命哦。股票有没有生命？没有啊。佛说股票没有涨跌，涨跟跌哦，没有，股票没有涨跌哦。但是你看有涨跌哦，所以它起起落落，是因为你心执着它哦。但它本来就自性涅槃，当然有，是因为你们大众人去推就有生的啊。他们一跑掉就就下来，就这样子而已啊。对不对？你懂吗？公司也没有绝对赚钱、绝对赔钱的哦。今天赚着，哎，一个公司赚的这个是吧？1300块，啊，那宏达电一跌跌到多少？跌到了破了200块，哦，我一跌了，本来是800多亿，一跌到剩下100多亿，他就被这短短的半年就烧了600多亿，也不存在啊。佛来看是这样的，是因为你心有上下才会有，这都是不增不减的哦。所以他说，一切诸法无生无灭，本来极净；诸法自性本来恒涅槃的，它不动的，是因为你个人的心启动，才有一些法出来哈。然后呢，谁有智者，谁有智言无秘密，谁有能够讲到这个佛陀内心的那个秘密，把它讲出来哈。那无秘密相生，相生圣意无自性，能够讲到这个相，还有生，还有圣意，有没有？相还有生生意，这个是遍地所知性，这是依他起因，这是怎样因真实性，都是无自性的。如是我皆已经显示给你们知道了。若你不知道我佛这些秘密的意呢，你都失坏正道，你不能常住于正道了。所以在身体秘密最重要啊。这门该忘记佛主必在共台哈。好，这个讲完了就没有了，我们这个最后的这个就结束了。那个生意生那是下一期讲。啊，还有诗哈，那我再把诗念一下，这个不用念了啦。依诸净道清净者，如果依我这个净道清净的人，什么叫净道？阿罗汉有没有清净？有。菩萨有没有清净？有。佛有没有清净？有。他说我是为了你们个人的清净，我讲阿罗汉道；我为了你大乘化愿，我讲清净道。佛也是清净，只要你清净，你依小回大都是佛。所以说都不离一个，
清净。那要达到清净怎么样？就是不生不灭，本来极净，自性涅槃，都是在清净里头。但仅仅是因为你有我执跟没有我执而已，好，所以它都不离清净。所以依诸净道，清净者唯一此一无第二，只有这个，只有清净这个而已，没有说你远离清净这两个字的。好，所以我们佛在讲就是清净，你无清净就无净，有清净就清净啦。所以你看你的心有清净跟无清净，你看你的法，法是语言而已，对啊，讲而已哈。所以依此一而无第二，于此其中立一乘，这个时候你用其他阿罗汉也是一乘，菩萨也是一乘，佛也是一乘，对不对？都不离清净，只是他的愿力大小而已，差在这里。如果愿力一样把小变成大，他也是佛。所以他说只有一个，就一乘而已啊。非有情，非有情性而有差别，因为你们众生都是佛性的，不是因为你一个阿罗汉性或者都不是，都是佛性，都是一的。所以他说非有情性，他没有差别的，心佛众生啊都是平等的啊，三无差别。众生界中无量身，众生界中有无量无量的身，唯度一生去极灭。只有你这一生啊，要达到极尽涅槃，去极灭，大悲勇猛顿涅槃。如果你有大悲心去勇猛去顿涅槃，不舍众生啊，这个是很难得的。如果你不愿意舍众生，你去修行是非常难得的哈。还有最后一句吗？啊，好。微妙难思无漏界，这个微妙难思是无漏界的，就是无漏就是清净界嘛，就是我们清净才的无漏。如果你有漏，就是堕到三界，你无漏才能够脱离三界的哈。所以说微妙难思无漏界，于中解脱等无差。如果你一解脱的话，佛也解脱了，阿罗汉也解脱了，菩萨也解脱了，多萨都解脱，因为清净嘛，不清净就是不解脱嘛。啊，清净啊，你哪有贪嗔痴啊？你要解脱啦。再讲。不离这些的清净，所以于中解脱等没有任何差别。但是一切意，就是因为一切意成就了离惑苦，因为远离了什么惑业跟苦海，两种意说为常乐。为什么两种意说？因为两种意说是哪两种？一个叫做我们叫一个叫苦，苦即灭；一个叫苦无我，怎样怎样怎样，对不对？那一个叫做怎样？叫做常乐我净。两种意说，两种不同说，其实他是讲。只有一种而已，就常乐我净，就本来自性。因为这个两种不同说法，到最后就回归于常乐。你任何的东西，它都借来讲。因为我们众生在心里头承受到苦海中，心有得失，堕落在苦海中，它才设一个法给你讲度，都要最后让你怎样找到的你的本性就是常乐我净。所以这两种说法不一样，目的是叫你达到常乐我净。好，这个没有了吧？啊，这个是生医生，下次讲了哈。好，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。请，要保持心地，不鞠躬，无量慈悲。